先生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上海电视台八频道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95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闭幕式及颁奖晚会。95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由中国纺织总会协办的，融京剧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节日，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国际性的大型活动。
师们、先生们，下面我们首先举行本次服装文化节中华杯全国服装设计大赛的颁奖仪式。现在我向各位宣读95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中华杯全国服装设计大赛铜奖获得者的名单。非针织类铜奖的获得者是张敏、戴建明、季文波、李军、徐雅英；针织类铜奖的获得者是古平、李强新、曹根地。现在向各位走来的是几位铜奖获得者他们服装的展示。本次中华杯全国服装设计大赛评委安德烈·普朗泰先生，国际服装文化节组委会副主任周文璇先生，副主任夏忠瑞先生，副主任刘晴女士，副主任陈显昭先生，上海烟草集团总经理董浩林先生为获得铜奖的设计师颁奖。非针织类银奖的获得者是吕兰、陈满琴；针织类银奖的获得者是张玲丽、张继成。现在向各位走来的是几位获得银奖的作品的展示。小肖顺直女士，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王增静先生，国际服装文化节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周慕瑶，组委会副主任徐俊熙上台为获得银奖的设计师颁奖。
奖的设计者致以热烈的祝贺。请各位欣赏由上海学生艺术团表演的舞蹈《梦幻霓裳》。
现在让我们首先欣赏来自法国的著名的时装师丹尼尔。请我们再欣赏来自日本的小萧顺子女士的作品的展示。
士们、先生们，国际时装模特大赛是本次服装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参赛的40名中外模特，谁能摘取桂冠，获得优胜呢？经过中外评委3天的辛苦的工作，已经选出了从第1名到第10名的10位获奖的模特，另外还有2项单项，那就是现场表演奖和最佳的仪态奖。现在我宣布，获得最佳仪态奖以及最佳现场表演奖的选手的名单。最佳仪态奖的获得者是40号选手王美莲，来自新加坡。And the award for best smile goes to number 40, Wang Meilian from Singapore. 下面将揭晓的是最佳现场表演奖，让我们来看看是谁。最佳现场表演奖的是20号选手罗莎，来自香港。And the award for best performance on the scene goes to number 20, Rosa Tang Hinan from Hong Kong. 下面我们请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慧民先生为获得最佳仪态奖的选手颁奖。我们请组委会成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总经理王立安先生为获得最佳现场表演奖的选手颁奖。现在请允许我宣布获得本次大赛第10名的选手，20号选手罗莎，来自香港。And the ninth runner-up is number 20, Rosa Tang Hinan from Hong Kong. 获得第9名的是10号选手张庆黎，来自中国深圳。And the eighth runner-up is number 10, 张庆黎 from 深圳。获得第8名的是39号选手解琦，来自中国大连。And the seventh runner-up is number 39, 解琦 from Dalian, China. 来自第7名的，获得第7名奖的是35号的选手马兰娜·威克斯特罗姆，来自瑞典。And the number 6 runner-up goes to number 35, Marlene Wickström from Sweden.下面我们请组委会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代表岳尚怀先生、法国依云天然矿泉水代表刘荣杰联总经理董事、上海民电坊娱乐有限公司董事肖伟坚先生、沙美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范进业先生，分别为获得第10名、第9名、第8名、第7名的选手颁奖。再请允许我宣布本次大赛第6名、第5名以及第4名的选手，获得第6名的是2号选手陶志芳，他是来自中国浙江的。 And the fifth runner-up goes to number 2, 陶志芳 from Zhejiang, China. 第5名是34号选手纳典·安琪尔莱卡·海因克尔，他是来自德国的。And the fourth runner-up goes to number 34, that's Nadine Angelica Heinkel from Germany. 第4名是16号的选手沈群，他来自中国江苏。And the third runner-up goes to number 16, Shen Chun from Jiangsu, China.
下面我们请中国纺织大学校长、本次国际时装模特大赛评委主任周永元先生、国际服装文化节组委会副主任张广生先生、组委会副主任王祖康先生分别为获得第六名、第五名、第四名的选手颁奖。第三名和第二名得奖的选手，第三名40号选手王美莲，来自新加坡。 And now the second runner up, that's number 40, 王美莲 from Singapore. 第二名26号选手罗锦婷，来自中国陕西。 And now the first runner up, number 26, 罗锦婷 from 陕西 China. 好，祝贺二位。下面我们请意大利著名时装设计师雷纳托·巴勒斯特拉先生、法国著名时装师丹尼尔·崔表先生分别为获得第三名、第二名的选手颁奖。现在让我们请法国时装协会的主席雅克·莫格里埃先生为我们宣布荣获本次国际服装模特大赛第一名选手名单。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shion Culture Festival, le numéro 1 est remporté par Ma Yan Li from Shanghai, China. 谢谢您。现在我用中文再向大家宣读一下。谢谢您。第一名23号选手马艳丽，来自中国上海。That's number 23, Ma Yan Li from Shanghai, China.祝贺你，马艳丽小姐，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设计独树一帜，注重时装的艺术和现实的结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是他设计的座右铭。他的女装设计含有古典质朴的罗马风格，精致富贵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形态，神秘莫测的古埃及光彩，远古粗犷的非洲韵律，清秀如水、流连忘返的东方风情。Thank you.
下面我们欢迎内纳托巴莱斯塔先生和大家见面。欣赏到的是国际著名设计大师 Emmanuel 恩格鲁的作品展示。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位超级大师推出的今年春夏服装。95年的春夏是轻快的节奏、耀眼的色彩和明亮的光辉。95年的春夏充满了明与暗、黑与白的对比。梦一般的春天，欢乐和懵懂，人们憧憬着神话一样遥远的东方之行。夏夜是温柔的，照亮夏夜的是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象征着女性的自信和女性对这个世界的全身心的投入。恩格罗先生寻求纯真，在这位大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的坦然和强烈的倾向的风貌。请出安格勒先生。都市青春。
即将降下帷幕。现在让我们请上海市的副市长龚学平先生为我们致闭幕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历时八天的国际服装文化节给我们改革开放的上海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给上海人民增添了、带来了新春和欢乐。国际博览会高水准的展示，服装设计大师精湛的技艺，服装设计大赛紧张的剧作，时尚模特儿动人的演出，所有这些活动充分展示了各国服饰文化的独特的风采，充分展示了人类对文明进步的向往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对进一步加强中外交流、繁荣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次服装文化节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此我代表95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组织委员会向参加这次活动的国内外的时装设计师、专家、演员、模特儿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的相聚是短暂的，然而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但愿这次服装节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影响，但愿世界的前景像春天一般繁花似锦，但愿人类的生活像多彩的服装那样美好绚丽。现在我宣布95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胜利闭幕。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闭幕式及颁奖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光临，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再见。总有一种色彩属于深夜相依，总有一种风采。